也能做出比烤翅还好吃的鸡翅，你信不？处理干净的鸡翅，我们给它两面打上发刀，放入葱姜、料酒、盐，用右手抓拌均匀，给它腌制一会儿。然后再切点这个蒜团米子，紫甘蓝，我们给它改造成细丝儿。压着放锅，腌好的鸡翅一块一块下锅，慢慢的给它煎。鸡翅煎至焦黄，我们给它夹出来。再用煎鸡翅的油，我们把姜米、蒜米下锅炒香，再加入干辣椒，小火给它煸出香味。切好的蒜团米，加一丢盐，少许鸡精，来一小勺生抽，大火翻炒均匀。最后倒入煎好的鸡翅，撒上一把孜然粉，用你有力的左手给它裹一十五号，让这个孜然粉裹满这个鸡翅。外焦里嫩的鸡翅，再配上清脆爽口的蒜苔，三碗米饭都不够，打烂我们煮饭。你学会没有？